吼，啊，咱伫咱姚其中吼，啊，要来阮遮就普贤菩萨吼，啊，要来介绍普贤菩萨啦哈。啊，普贤菩萨伊代表是行，代表行吼，啊，咱所以咱有称为大行吼，普贤菩萨吼，啊，普贤菩萨的诶六牙吼，是六牙白象为坐骑啊哈，啊，这是。咱在讲六牙白象哈，阿维拉坐骑，啊，表示性善柔和的大慈力哈，阿玛以魁梧嘛哈，阿玛具有大势力哈，啊，六牙这六支嘴齿要怎啊讲六牙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加慧智哈，啊，这个烟灰哈，烟灰就是无因烦恼，伊有诶牵绊哈。啊，也头前个只佛果哈，这是修行的果德哦哈。啊，来，咱来讲烟灰加只佛果哈。这是咱讲的佛果哈，啊，还是咱讲的烟灰哈。好嘞，咱来讲修行哈，啊，修行为对来，咱来为日行生活中，伫大林处事中来修哈，啊，锻炼家己的清净心哈，功德心。平等的心，大慈悲心。啊，你若真正发心，吼、哦，学佛、学生，就是你家己哦，哈。啊，所以好人甲歹人，拢是家己的老师，哈、哦。啊，好人做好事，咱得要甲伊学，哈、哦。啊，伊是咱的老师哦，哈。啊，恶人所做的事，哦，咱嘛爱警惕哦，袂用甲伊学，哈、哦。伊嘛是咱的老师，哈、哦。啊，佛经有在讲，无学普贤菩萨行愿，哈、哦，就袂用完成佛道哦，哈、哦。啊，善财童子当初啊，参访嘛是参访弥勒佛菩萨了后哈，伊、啊、才来接受普贤菩萨的教诲哈。由此可知哈、啊，普贤菩萨行愿是顶格哈，顶、啊、格菩萨所修的，唔是讲咱咧普通人所修的哈。啊，普贤菩萨是化众世界哈、啊，比如遮罗佛哈、啊、的法王子哈，啊，圆教的等觉哈。啊顶格的菩萨吼，伊去西方要做啥？普贤去西方要修吼，圆满十大愿咯哈。普贤行的基础是三福哈，什么叫三福？第一福的人天福报哈，要想先佛先菩萨啊，先啊把人做好哈，啊为对呀学第学为对呀学起呢？第一福难得啊，好用父母哈，奉事师长哈。啊，诸心不杀，吼、哦，修习善业，吼、哦，学佛为家学起，吼、哦，规个佛法讲的拢是咧孝敬礼义，吼、哦，啊，孝用父母，啊、哦，奉事师长，唯有先佛，大人甲孝亲尊师做到圆满咯，哈、哦，啊，第二来，咱若不敬父母啦，哈、哦，就是不孝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不敬老师嘛是不孝哦，哈、啊，兄弟姊妹未合，啊，互父母伤心，这嘛是不孝，哈、哦。啊，做代志无负责任，待人吼，处待人无诚意，这嘛是不好哦哈。家己逐天在烦恼，一句阿弥陀佛拢无念好，这嘛是不好。所以无一件代志会使离开，会使离开孝敬。所以佛给咱定下根本，就是孝亲哈、尊师哈。咱成佛不但可以度今生的父母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父母嘛会使度哈，这就是啊尽大孝哈，啊为孝敬做基础，发展大慈大悲，诸心啊对一切众生不杀生是足，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，这嘛是足哦哈，这诸心包括咱咧讲的戒定慧三合哈。凡是和众生烦恼的代志，就是不足；家己生烦恼嘛是不足。要改不足，爱修习善业哈。习善唔是改，伊是一个善行。啊，心是咧习善，就是讲心三善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那口呢？口的四善。啊，不妄语，就是别，咱卖讲个骗人的话嘛。不良舌，吼、哦、是是非嘛。啊，不绮语，就是卖讲个花言巧语的话哈、哦。啊，不恶口，就是讲个，吼、哦、啊，轻声细说哈。啊，伊个三善，啊、哦，不贪，不
不贪嗔痴哈，这是咱伊的哈。啊，咱甲人做好，才叫做好人。啊，第一套基础有孝亲尊师哈，啊，诛心实身，但会使但会能入佛门哈，啊来学佛哦哈，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哦哈，啊，过来入佛门哈，入佛门了后哈，啊，得爱更加吼。哦，往上修哈，戒定慧三学，咱得要修持三规。啊，佛门修学的理论是传授互恁，传授互恁，这叫做传授三规依哦哈。啊，三规依的意思是皈依，伊这皈是回头的意思哈。依，咱讲是瓦壳依靠哈。啊，皈依佛，佛是自性格哈。格己不迷，为一切迷惑颠倒回归，以自性格，哦，这叫做皈依佛哈。啊，皈依法，佛是自性的正知正觉，佛知佛见，就是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见解，对宇宙的真实相完全了解，一点啊嘛无看唔到啊。啊，咱较早所想的、所看的、所解唔到的，只嘛为遮的错误。啊，回过头来吼，啊，皈依自性的正知正觉，这叫做皈依法。然后皈依净啊，啊，净是自性的清净哦哈，一尘不染哈，啊，讲一切污染回过头来，皈本来就是清净哈，啊，清净的迄个心叫做皈依净啊，啊，皈依佛。哦，佛是咱咧讲咧，格义不迷哈，啊，皈依法是正义不邪哈，皈依净的正义不染哈，啊，三宝啊，就咱咧讲的三宝，就是佛宝是一个格哈，啊，法宝伊是一个平等哈，啊，清宝就是咧讲清净哈，啊，要清净平等的格，要有平等的格哈，但是这就是真正咧修持三规哈。啊，菩提是觉的意思哈。什么叫觉？就是真正觉悟啊哈。真正觉悟啥？觉悟咱卖过六道轮回，因为六道轮回真艰苦。真正的觉悟哈，啊，佛陀的教育啊，会使帮助咱哈，帮助咱来解决即马、较早啊、将来的问题。甚至用家己的家庭啦、事业啦、社会啦，乃至死后要为对一个世界去，拢总会使解决。啊，你若真正觉悟啊，西方叫世界，在咱有生之年是会当去的哈。如此觉悟之后，这叫做发菩提心。所以真正觉悟，当有出离轮回的希望。啊，身心因果哈，啊，此时讲的。咱只啊讲在讲生死因果，咱佛教咧讲的，主持讲的，唔是善有善报哈，恶有恶报。佛对菩萨讲的因果，就是念佛是因，哦，啊成佛是果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因果哈。啊，念阿弥陀佛，你只要深信不疑，这一生中你一定成佛哈。把这个佛号当作人生第一件大事，做到无怀疑啊，啊，卖断章。啊，卖掺杂所有的问题哈，无一个未成功的，这叫做深信因果哈。啊，无量经啊，爱容易在断烦恼啊。啊，无念的时阵，得无思乱想，生烦恼。所以众生，咱咧讲有所知障、烦恼障，这两个烦恼为对来，是为妄想加执着来哈。啊，妄想也发展啥？发展成所知障哈。啊，执着会发展成烦恼障啊！啊，咱读经的目的是要破除这恶障哈啊，恢复心地清净，然后用清净的心、真诚的心、恭敬的心、慈悲的心来持佛号哦，甲念出来，就才会有感应哈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西方啊，极乐世界寿命是无量的哈。诸佛所讲的经典嘛，足古足哈。阿弥陀佛就是咱的老师哈。啊，有各有学生，各有上啊，咱的同学哦哈。有观世音菩萨，有大势至菩萨，有文殊菩萨，有普贤菩萨。哎，你来给伊遮好的一个所在，你来给伊来学修，是毋是介紧吼？
啊，你就会使为有成就，赶紧就会使成佛啦，哈。啊，什么叫做普贤行愿？如来圆满的果德，一定要修大行，福德才能圆满。这叫做普贤愿，哈。啊，普贤愿有啥？以所求普，咱将来成佛了后，爱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平等哦。啊，没有一丝毫的差别哈，这是咱的所求哈，啊，所化破就是化，是教育众生哈，啊，诸佛如来教化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咱嘛是发这个愿咯哈，发这个所破愿哈，啊，所断破就是要断烦恼，无明烦恼，该爱断明的老哈，啊，属性破。世界无论大大小小、点点滴滴，拢即拢甲称号做法界吼、哦。啊，理性普，理性普，行书，行书一律甲自性相应吼、哦。啊，无碍行普，就是理事无碍吼、哦。啊，拢通行行普，这事事无碍心啊，甲诸佛吼无啥物差别吼、哦。这叫拢通行普吼、哦。啊，所行的大用普啊。得用周遍法界哈，得哈啊，遍于周遍的法界哈，和众生应法啊，这个所起的大用破哈，啊所行的处破啊啊，一切啊诸佛的正知正觉，一切诸佛的心甲自己的心都无啥物差别哈，啊修行啊修行十普哈、啊，这是念觉圆融哈，啊普贤菩萨的心愿是。是无有哈，没有穷尽哈，都没有尽头的。以前呢，也不疲不倦啊，啊，就是伊较安那做啊，都无感觉忝哈，啊，所以脚步永远都无得停啊。伊发来台湾，就是为家来哈，啊，如来咱讲的是，咱讲如来，这个讲的是每一个人的真心的自性哈，啊，学佛是为了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啦哈。啊，念经是要创啊，是破除烦恼啊！啊，这个问题哈，啊，大家啊共同哈，啊来解实行哈、啊。普贤菩萨，哦啊，讲想要正行自信功德，得要修十种的功大行愿，诸善功德就是圆满现前哈。啊，咱咧讲的天命是为性哈。啊啊，智的是咱的自性，有人嘛会使，个些人嘛会使称呼伊佛性吼。所以天命，咱咧佛教是安尼咧讲吼。啊，咱的普贤四大愿第一愿，礼敬诸佛吼，礼敬诸佛的孝用孝用孝孝养父母吼，啊，奉事师长，这是孝敬这个圆满，就是礼敬诸佛吼，啊，孝敬父母啦，师生啦。孝顺一切众生，哈、哦、啊孝是为戒，哈、哦、啊孝，人咧叫怎么叫孝？一定是老子嘛，哈、哦、啊下面一个子加起来就是孝，做孝内底，哈、哦，伊拢无代沟啊啊老一代啦，还有下一代啦，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，哈、哦、啊所以唯有先佛大人尽孝圆满，哈、哦、啊普贤菩萨是十方世界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哈，咱想要尽圆满的孝道，家己想要成佛哦，啊，无对伊行哈，这是无希望的哈。因为《华严经》内底到最后有讲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佛求生哈西方极乐世界哈，这是咱其他要对普贤菩萨修，就是安尼哈。啊，咱咧讲情哈情哈。啊，情有有情动物哈，啊，有情动物，咱伫遐讲的哈，就是迄个指动物甲法界的有情众生，啊，无形无情众生哦，咱的讲的植物、矿物这一些嘛哈，啊，是啊，有情动物哈，因为有情的动物哈，啊，会修行，所以伊会念佛，所以伊会成佛，啊，无情众生什么时阵成佛？是依报。啊，随着正报转，咱若成佛，迄一天会发光。即、这个大地山川哈、哦，所有一切的草木哈，伊嘛拢成佛啦，就是因为你成佛啦，啊，你的境界哈、哦，啊，就加
甲这甲佛的胸襟吼啊有吼相共吼。啊，咱过来讲佛教的经典，伊是一个圆融的经典吼。啊，初学的课本的课本吼，是咱成佛的经典吼。啊，咱要用真诚的心、平等的心、恭敬的心看待一切的人，这是叫礼敬诸佛吼。啊，每逐天用最虔诚的心来礼佛吼，咱然后用这种心来对待别人，所以普贤行是平等行吼。啊，能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恭敬的心来对待人事物，永远都无生烦恼吼。啊，马上得到幸福快乐哦哈。啊，卖有分别啦，卖有执着的心，普贤菩萨会甲你加持哦哈。啊，学佛吼，的人烦恼就少啊，智慧得增加。普贤菩萨用的是清净心啊，不疲倦、不厌烦的心哈、啊。所以咱用的是分别的心啊，啊，污染的心。所以时间长啊，咱就是会去感觉哈，会忝嘛哈，啊，就无啊多。较无啊，就是普贤菩萨哦，行大愿吼啊。那你讲的称赞如来吼，佛菩萨嘛爱尊敬，凡夫鬼神嘛爱尊敬啊。啊，敬人、人事物拢无差别，是礼敬诸佛哈。啊，礼敬是无条件的哦哈。称赞哈，称赞是爱有条件的哈。啊，恶人、杀生，咱爱礼敬。啊，袂用个称赞哦哈，啊称赞要甲伊学落，这是有条件的吼，啊必须要善行，甲个自性相应，甲自性无相应的，咱干那会使礼敬俩吼，啊如来以功真如本性，一切诸佛的真如本性，甲咱的真如本性是一致的吼，这个称赞如来，就是咱称赞咱家己吼，啊真。自己的真如本性，你称赞如来，就是要称赞咱自己的真如的本性哈，性德哈。阿弥陀佛是咱，就是咱自己哈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咱自己哦哈。啊，过来，咱讲自性是如来，哈，唯心嘛是如来。啊，念佛是最标准的称赞如来哈。啊，称赞如来内底有一些报佛恩呐、啊，报师恩呐、啊。把真实的好处介绍给大家，推荐就是称赞如来哈。啊，讲经啊，讲经就是在称赞的阿乐哈。啊，更人念佛就是称赞哈。啊，合掌哈，啊合掌念一声阿弥陀佛嘛是在称赞哦哈。真正念佛的人，愈念精神会愈好，身体嘛愈好。咱身体因为有梦想、执着、烦恼，变较无正常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个个无量寿，个个终生不老。原因在于永远保持自然哦，哈啊！过来，咱来讲广修善养哈啊！供养就是咧修福，人未用无福，日子就清苦哈。啊，有福报，你的生活都会自在，非常非常的快乐啊！福报为对来。伊是为布施供养得来啊！啊，普贤菩萨的心是真诚的、清净的、广大的、平等的，安尼的心来受布施，这叫做供养。无种心来布施，因为布施的心量较小啊，供养的心量较大，布施的福报就会较小啊，供养福报会较大哈。啊，福报有各一款哦，有分第一份财富。第二个来聪明智慧，第三个来健康长寿。啊，那长寿健康啦，唔免人家照顾，这就叫做真正福报哈。啊，咱咧讲福报，伊咧讲的是果报，无受因哦哈，因果的因哈。啊，报财报施得财富，世间的大财富的贵人哈，贵人家。人大家命好啦，运气好啦，做啥物拢趁钱，啊你去做就袂趁钱，这是过去的因，过去世修来的因吼，这一生得到的，就是这一生得到的，就是果报啊！啊，大家甲想看卖，家己有钱，
就大家拢想讲，咱家己有钱，就无后顾之忧。其实，安那拄着囥个厝啦，拄着火烧咧，啊，银行吼嘛倒啊，哈，啊，即嘛靠不住啊，哈。啊，同可靠的是修布施，把财富布施供养一切众生，才会给储蓄哈，才会财富来。在乎来布施供养一切众生，才会储蓄哈啊，拢会靠得住啦哈。这是大家唔敢去做的哈。啊，佛在讲布施会得到财富，有钱就布施哈，心内就会真正快乐讲哈。啊，福是正比福田上哈，在弘法利生哦，啊来应经册啦，把家己的修学理论啊来讲，我大家知影。予大家知影方法，这就是法的布施哦哈。啊，众生心内有疑惑哈，有恐怖哈，有困难，予伊心内得到平安，得到安稳，这就是无畏的布施哈。啊，修宅的布施是修宅的布施哈，修宅啊得财富啊，修法的布施得聪明智慧哈。啊，无畏布施哈，啊得到健康长寿。所以咱每天求菩萨保佑，吼、哦，啊，供养的香啦、花啦、水果啦，啊，八个菩萨，福利福报，这是没这么一回事的哈。因为菩萨教咱啊，爱修因，就是爱念佛，啊，修因啊，会得果，会得啥，会成佛，哈、哦，啊，即个鲜花啦、哈、啊、水果啦、哈、啊。只是表达咱的敬意与意义哈，啊，佛菩萨念念，佛菩萨是爱咱念念往西方叫世界来成佛，重要的一个手段哈，这是伊要带咱的原因啦。所以咱爱明了啊，又搁照做，这是修行的功用哈，啊，利益众生哈的功用，同利益的代志的帮助伊念佛。帮助伊卖破病啊，徛坐啊来往生，这但是伊最后的利益哈、哦。啊，人死了后啊不在，死了后卖过六道轮回啊，脱离苦海，成佛就是最大的利益哈、哦。所以利益众生就是要普度众生哦哈，啊摄受哈众生的供养啊，摄受哈啊众生供养哈。啊，咱来建立在师生的关系、道友的关系，以言语、行动啊啊为义，行动来帮助伊，把佛法修学啊啊做榜样给伊看哦哈啊自己咱来带众生苦的供养，咱家己啊勤俭未啊啊食饭兼食小花。啊，家己哦腰，卖讲哦腰啦哈，适量哈，这得别好大家食较饱，这是带众生苦，帮助佛法哦弘扬哈，弘扬佛法，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哦哈。啊，咱来修勤修善根的供养哈，根是能生的意思哈，供养善根是修学的大事哈。啊，善根有出世间的善根哈。啊，甲世间的善根，世间的善根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吼，这叫做三善根哦哈。啊，佛德叫咱爱勤修三善，三善根，这就是功用。啊，出世间的善根，以作为基础啊。啊，布施是修因哦，福报自然做现前哈。啊，不舍菩萨的供养哈，啊，菩萨事业。是教育众生，哦，啊，帮忙众生化毒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呐，咱的家业就是爱尽心尽力，甲弘扬佛法做好，这是菩萨的事业。所以咱来，咱见到人，得合掌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就是菩萨的事业，哈、哦。啊，不离。咱诶不离菩萨心的修养哈，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哈。日常生活中对人事物保持警觉心啦哈，啊不卖迷惑啦，就是不离菩提供养。啊一念不觉就是迷，啊念念不觉就是造业啊。
啊，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在心内，就你就会有坚决的心。阿弥陀佛不见啦，梦想十念就起来啊！哈，所以这个佛号就是觉啊啊，普贤菩萨的行愿品啊，自始至终啊，拢在称赞这个啥，称赞这个佛号啊。啊，咱过来讲第四愿哈，第忏悔业障哈。啊，心在作造，这个心业哈。啊，讲话是叫做口业，心的梦想念头是意业哈。啊，咱作业就是身口意三业哈。啊，起心动念只是那个机啊，这是达刚的精进五智哈。可见念念为自己是恶哈，念念想众生想别人，这是善哈，这叫做业障啊。啊，有一种障啊，啊叫做烦恼障。起心动念就是烦恼哈，烦恼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哦哈。啊，所知是智慧哈，啊本身唔是障碍哈，因为障碍把咱的智慧。德性哈障碍住了哈，这所以咱称为叫做手之障哈。这个障碍是无明的哈，无明的就是咱咧讲的手之障哈。啊，怎样啊？你个介伊一卡加打落去哈，安尼就是咱咧讲就是你无够，你就是无明哈。啊，所以认为家己真聪明，有智慧，别人拢唔捌，家己拢爱胡说。这就是无明哦哈，忏悔唔是伫菩萨面前，把今日所犯的过失搁讲一遍，啊，这做法是唔对的哈，把业障甲罪业搁想一遍，等于你搁做一遍业哈，啊，所以无论对一种业障，卖去甲想，老老实实来念阿弥陀佛，决定了后就卖去做。不会去造啊！啊，业障自然会再给忏悔掉哈。啊，三业哈，心业哈，口业、意业，三业哈，它以意业为主哦哈。心若清净啊，心口自然就清净。所以只要念头一转，咱就开悟正果啊！啊，咱只要用清净心念佛啊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啊，业障消毒，啊，要用清净心，业障来消毒，你清净心就现前哦。清净心，啊，来起作用哈，迄就是智慧哈。啊，所以普贤，啊所讲的，是以后卖个做啊，啊，不要再创造的意思啊，是为今嘛以后保持清净心，卖个。有梦想啊，执着啊！来，咱讲过来讲，随喜功德，看到别人哈啊有好事，心就难过，想办法去障碍破坏。哎、啊，世间人有，啊，古个人嘛有呢。啊，假使菩萨若无这个，咱讲这个缺失哈啊，普贤的十大愿就没有这条哈 啊，所以咱在讲嫉妒。是个嫉妒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哈啊，该歹去断哦哈。普贤叫咱爱用随喜功德哦来将伊来该拔除哦哈，该毁掉哈。看别人善事啊，看别人善事的善行，咱就随喜嘛哈。啊，伊得偌济功德哦，咱就会得到该同款的大功德哦哈。啊，幸福就是你的智慧。甲福德圆满啦，为着修福修慧啊，咱行你嘛爱行，咱修你嘛爱修哈。啊，诸佛菩萨是安尼修过来哈。啊，随喜唔是看了欢喜，啊就了事哦哈。爱尽心尽力去帮助伊，好伊事业圆满达成啊。啊，尽心尽力就是修圆满的随喜功德。咱过来讲勤转法轮咯哈，法轮它代
表说法立身啊哈，轮代表圆，伊个法轮轮代表圆满的相啊，啊表示佛讲的法，一切拢是究竟圆满，无丝毫的缺陷啊哈。啊佛讲的法是真空妙有啊，啊妙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妙有啊，所以用轮来代表佛所讲的一切法。啊轮这轮哈。第一个，咱讲轮的代表佛法嘛，哈，啊，这个轮若要振动，哈，这是无作用的，哈，做佛的法一定要弘扬，哈，啊，否则众生哈得不到利益，哈，一切拢为众生说法，啊，说法何必在讲法讲讲经，啊，这等于在说法，这何必你何必就是轮在推动哦，哈，啊，轻转法轮就是车。这个请转法轮，就请较有大德的法师嘛来讲法嘛，请佛讲经说法嘛，破除迷信慧悟，离苦得乐。所以发心请经是大事业哈，诸佛如来会来给加持哦哈。啊，请佛哈，请佛注释哈。啊，佛法哎那点点。时时拢有即个点伫即个世间啊，啊世间人都有福报哦哈，啊佛法未离开即个世间，因世间人有介济，伫即个佛法那离开世间哦，啊无在世间，世间人都真济灾难咯哈，所以啊要安怎请佛啊来请佛注视，这一个得爱用伊一个真诚的心，清净的心。接受法师的教诲，哦，啊，以教来奉行，哈，啊，这就是咱即马在讲的，哈，啊，过来，咱迄个后海的十代圆王的导师，哈，就是极乐，哈，啊，普贤菩萨，啊，明明的叫咱到西方叫世界，哈，啊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啊，而且啊，普贤菩萨，是安那在叫咱。向伊老师，比如遮罗佛来修持，啊，诸佛啊，诸位爱会记哩哦，哈，爱会记，啊，牢牢记住哈，接受佛德教育，爱不忘本啊，不忘本。普贤是比如遮罗佛的学生，所以介绍咱甲老师学啊，比如遮罗佛哈，啊是报生佛哈，释迦牟尼佛就是。就是迄个应化生活哈，是比如遮那佛应化出来的哈，所以咱爱学伊个法，啊咱所以咱得爱向伊学修哈。啊，佛得修用菩萨道哈，佛得修用菩萨道的时阵哈，伊为着要甲这经文流通经文哈，把经典留落来哈，所以伊用家己的皮哈来做纸哈，啊用家己的骨。来做笔头，用家己的灰哦来做墨汁哈，从经一一给你记录下来，给传落来哈，可以卖失传哈。啊，佛为法以妄心，这是难行的苦行哈。一定做到，想想啊，咱学佛吃一点啊苦，啊就不干了。哦，啊，难道咱怪哈？啊，人在成佛，咱搁在着。轮回哦哈，啊念佛念经是要把妄念给念掉哈，啊卖做六道轮回之业哈，啊第九愿哈，大家讲恒顺众生哈，也就是回向众生哈，啊凡夫未应的凡夫啊不能成佛成菩萨，就是因为咱的我执太重哈，想执着啊哈，啊起心动念拢给他想家己不得。到咱啊，回向的法门，就是要把咱的执、咱五执啊抛化，哦啊，为菩提，这菩提就讲，为菩提啦，为众生啦，哈，啊为法界，哈，啊，这个心中就会拍开，哈，啊唯有心中来扩开，哈，啊妄心就会破掉，哈，啊真心的现前啊，哈。以咱才能超越三界哈，带人成佛成菩萨哈啊！
人讲在讲的“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”，这句是在回向法界哈。啊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哈。这是在回向众生哈。佛法念念不忘孝敬啊，啊孝敬的素恩啊，咱孝敬有素。施恩哈，啊，这个父母恩哦，啊，你讲个父母恩，啊，学佛法学无好，啊，讲经讲了无好，是对父母的不好。啊，老师的恩，就是老师嘛，哈，啊，国家恩啊，国家治理的好，人民安居乐业，这是政府的恩惠啊，啊，所以咱这讲国家恩啊。啊，咱过来众生恩哈，咱所称的依赖社会大众，社会大众彼此都互相哈、啊、互有恩德哦哈、啊，这个讲的就是一个众生恩哈。那、啊、过来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，这济是来讲救济超度的意思啊。三途就是讲地狱、恶鬼加众生哈，咱、啊、用。但领经学佛，就是要帮助因离苦得乐哦哈，啊，恒顺众生，就是要学忍辱哈、啊，样样能忍哈，啊，你那会使忍啊，事事得使顺哈，会使顺众生哦，啊，众生得欢喜哈，啊，修行伫广大诶群众内底来修家己的清净心，啊，清净心伫红尘啊，伫这。红尘来修哈、啊，来修哈、啊，啊平等心就是不平等的环境内底来修哈、啊，所以普贤菩萨行是一个清净哈、啊，啊平等啊真诚，广大恭敬的基础上，用礼敬诸佛的心来修，这叫做修行到修行到家哈、啊，啊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也是众生呐、啊、哈、啊，咱该。拢爱该平等的顺从哈，啊，佛的用心是平等的慈悲，伊拢无，咱也无分别啊，阿离一切分别的执着的慈悲，这叫做大慈大悲啊。啊，十愿破啊，回向哈、啊，就是回向十愿破回向，就是要回向法界啦哈啊。这个功德哈，那个恭喜修行的功夫哈，德就是收获哈，啊德是上未走的哈，啊福德会使上人啊，啊功德是戒，功德咧讲的就是戒定慧哈，啊持戒，咱咧戒戒定慧啊，你持戒能给人吗？念佛的功德能给人吗？你修定的功夫？能给人吗？这是无法的哈、哦。啊，如果功德哪会使好人，咱就免去修啊。啊，啊佛拢当好人就好啊，咱就会使成佛啦哈。啊，所以咱要讲回向功德哈、啊，功德是会使回向的哈、啊。回向是要安那，要扩展咱的心量哈、啊。啊，把咱无始劫的分别心、啊执着心、啊少清气哈、啊气度的意思哈、啊。啊，功德。啊，这是丢不掉的哈，福德也是丢不掉的。你命底有一百万，拢通甲报死，过几工啊，一百万又搁转来。为什么？伊命内有的是丢不掉的，啊，命内无的是保未掉的哈。啊，咱在讲，咱若有真诚的，咱用真诚的心来报死供养，这就是在修。在修福哦哈啊！咱把修得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啊，愈回向的功德愈大，因为心量若大，福德加咱啊大小的功德，拢爱回向，用回向菩提啊，啊回向的众生啊，回向法界，这就是扩展我们的心量哈、啊，圆满修行的功德哈。啊啊，偌济念佛的人，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！啊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伊往生的时阵拢未破病哈，啊，会使家己会晓知影当时要走哈，啊，嘛有介济人坐走的啦，吼，啊，徛走的吼，你看这偌济福报哈！
啊，咱比不上人家，是因为咱有杂念，哦，咱含人未比的，就是杂念伤济啊，哈。啊，佛陀一念，哦，杂念就会消失咯，还断掉哈。啊，你工作先，把佛陀放下，认真工作，工作完，啊，把工作放下，佛陀马上给他提起来哈。这还无一个杂念哦，哈。啊，咱即摆讲的普贤行愿到遮吼，啊有几个啊要含大家吼，大家讲的吼，就是讲，咱这法界吼，发起因缘聚首，因缘聚会做升华嘛。咱这法界要安怎讲？法界就是讲，我来讲一句话，吼，有二十个人听，接着有二十个理解，啊，一个理解就是一个法界。所以法界我们就这样哈，我如果讲一句话，啊有二十人来听，啊去这二十人听有啊，拢理解，一个理解就是一个法界哈。大慈大悲来救度众生的功大的慈悲哈，啊大慈以知的智的爱一切众生了哈，啊大悲的拯救一切受苦难的人哈，啊离要离一切分别。加执着的慈悲啊！阿呆大信是指菩萨的修行哈、啊。菩萨为求佛果啊，菩提而发大誓愿哈啊，以历经三百劫哈啊，修个波罗蜜诸佛万行哈、啊，积大功德啊，所以咱称为呆大信啊，是大信菩萨啊。阿大信的意思就是安尼哈。阿、啊、菩提，咱咧菩提讲的是觉果哈，觉、啊。嘛是意思讲，那菩提在讲的觉闻的意思，的、觉悟的意思哈。啊，法轮代表佛法，哈、哦，啊转法轮，什么叫转法轮？咱佛教在讲哈，啊佛陀的教法，啊、哦，是要消毒一切烦恼，哈、哦。啊佛陀伊在行道，拄在开始，哈、哦，伊在演讲，哈、哦，啊，就是用苦集灭道四圣体，哈、哦。提法，这三种无同的方法，归时的法、哦、所以咱有三转法轮，就是讲，佛用三种无同的经法的时文来教育哦阿菩萨哦，这个是有三转的意思哈、哦。啊，佛得世间四圣地法。伊等于讲三转是各个啥？四转加劝转加正转，哈、哦，所以伊这称呼伊三转法轮哈。那么今仔日哈啊，这普贤菩萨哈啊，我都学了较无遐好势哈，啊，无法都像人个叫法师哈啊，讲师哈啊，一哈啊，表明。哦，大家哦，领悟哦，啊，哪有时间我会搁较用心哈、哦，啊，来像咱的大法师安尼哈，啊，像咱的海涛师傅安尼，啊，甲讲甲咱听，真是有耳听合理，啊，大家拢会听有哈、哦，啊，阿像伫遮哈，姚弟兄哦哈，姚弟兄哈，啊，咱遮有普贤菩萨咯哈，啊，我得甲普贤菩萨的观哈，甲、哦。大家讲哈，啊，感谢大家哈，耽误恁的时间了，阿弥陀佛喽。